你哥在学校可是风云人物哎，又帅又温暖，谁知道他一回来大西变成王子。很明显就是喜欢我哥。没有啊，陈暖暖喜欢夏静诗。陈暖暖选手，你来吧，从路跑路过追你。但是我有这么可爱的女生喜欢我就好了。每周日晚间8点到10点，东森戏剧40台《神之乡》。